区区，我为你。哎呦！哎！好漂亮哦！这蛋糕你糟糕了你！你实在好漂亮哦，小俏皮啊，而且很可爱。嗯，那你爱我吗？这主题就是国光攻防战，美女当前，男女生理时候，哎，准吗？今天第一位林莎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莎。哦耶！林莎，星座是狮子座，三围是32D23D34。哦，你怎么那么漂亮？OK， 兴趣是什么？兴趣喜欢看电影啊，追剧啊，运动啊，看书。哦，那你多元化哦。嗯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男生。 这里有谁在干净度稍微差一点？干的，净净的，差稍微差一点的，都很干净。林莎皮肤好白哈，真的，白里透红的，你们像白雪公主。现在男生，你们真的觉得男生是容易受到这个女色美色的影响的动物吗？ 我觉得大部分男生都是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讲一个，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有共鸣的，就是如我们平常拍照的时候，如果是那种旅游的照片啊、生活的照片啊，都是赞数就很平平。但你只要PO出一张，哎，身材稍微有露出来，然后身材稍微好一点的，赞数就会多很多，留言数也会多很多。对，大概是5倍的差距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男生大部分真的都是视觉动物，应该是。 这个男生确实没办法，我们基因就这样，一定要支持啊，很难改。你不要把事情推到基因上面，是个人的问题，品性的问题。那以你们对男生的了解，当女生做了什么样动作，男生会招架不住？ 我觉得头发是男生很容易招架不住的，就譬如说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很专注看着他，然后就可能。 拨头发之类的，他就会觉得哇塞，然后不然就是很靠近的时候，你稍微拨头发，因为头发会有香味嘛，他就会闻到你的头发的香味啊什么，就会没办法专心，我觉得。头发，然后你没办法，怎么都有顺口溜？你们变诗人了，我觉得。你觉得拨头发？我觉得连女生都会耶，就连女生看到女生拨头发就会觉得哇好性感哦，也会有性感。我觉得会耶。拨头发、绑头发有的也是啦，撩啊。他说女生看，可是问题是我们看绑头发好像想垂。林莎，你有看过男生做出什么失去理智的愚蠢行为？我之前有一次，可是不是我，他我是我的 partner， 然后他就是遇到一个男生，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台上嘛，然后我们的衣服是那种就是。 也没有露，就是那种飘飘的那种裙子，比较透一点点的飘飘裙。然后那个男生，我们其实刚开始就有注意到那个男生，因为他站得很前面，然后就这样痴痴的一直望着我的 partner， 这样目不转睛的那种。表演完要下场的时候，刚好那个我们下去的地方会经过他，然后呢，他就戳他的手，就直接把我 partner 的裙子这样撩起来。啊，对，他受不了了。我们有穿安全裤，但是他就直接这样撩，然后就是有碰到，但虽然没有看到什么，但是就是直接撩起来。然后我有看到，但是我 partner 没有看到，然后我就直接叫工作人员，就是我就跟他说刚刚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但已经找不到那个人了，就是已经不知道他跑去哪。但是我亲眼看到，我想说也太大胆了吧！虽然人很多，但是真的超大胆的。我觉得他已经得逞过，嗯，对，在这种战场啊，这个技巧应该是千锤百炼。嗯，不然就是之前他这样对其他女生，女生都算。 他就变习惯，是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样撩完以后，他就变。没有，他就是那种痴痴的，然后他脸上就很好笑。逼真的，逼真的，逼真的，没有很敢。我想用手，我们带出手。哎，我看一下。然后重点是还没有找到他，对，就是我觉得比较可惜。不然我觉得，可惜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定要找出来。你怎么摸他？摸我？对，生气，对，压榨到。 对啊，这个夸张，这种这不行，这要严惩，不行不行，不能姑息他们，因为我们大家要比赛要测一下。请问，今天你们用什么样的秘招要来对付这些男生？就很简单，应该是大家都会用，就是有一些打巴掌、肢体接触，也算有一些简单的肢体接触这样。简单的，因为我觉得男生被碰到。
皮肤应该会很抖一下，你是那种轻轻的，对，轻轻的划它一下，应该会。然后我没有很轻浮，哇，嗯，烧毁了。你又在过瘾了，这样摸自己，没有，我自己摸自己，确认自己最近的肤质。你要摸这，你要摸这，没事没事，你还真摸。这个疑问啊。这个到底是要吃什么？那是什么 ？Yogurt Yogurt Yogurt 辣酱是羊奶酪，不是香蕉感觉，就是香蕉。这个怎么玩？对啊，怎么玩呢？香蕉什么的，他自己吃香蕉给我们看啊？对，不是故意的，含香蕉，戳到你脑门。嗯，这一关的美女关主就是林莎跟王子菲。我觉得他太强了，哎，对不对？不要怕，怎么办？不要怕，你们是队友。哦，我们是队友吗？你们是要攻击对面的人？不是比吃香蕉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一对一吗？还是比吃香啊？太多了，一对一，一对一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六十秒保卫战，就是说呢，它是生理时钟，嗯，就是说我们这边开始，然后他自己要默数六十秒，在这六十秒中间呢，你就要不断的去，你知道？干扰他。Yes Yes。好。嗯。Yes Yes。聪明聪明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他到底会不会被人家被影响。OK， 好不好？你们两位各派一位，首先两组各派一位。哇，菊哥先好了，我先啊。好啊，好，我先。好，来来，哎，预备，开始讲。蛐蛐。你介意我有手汗吗？哦，不介意，不介意。可以跟你十指。哎呦，不行。哇。跟你说哦，刚刚做了一个蛋糕，你想吃吗？不行，想吃吗？哦，好好，可以的，可以。那帮我稳住，去拿哦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你赶快趁现在。哇，这是我做的，漂亮吗？哦，好漂亮啊，好漂亮。我问你，哎呦，哎。糟糕了你，你实在好漂亮哦，小俏皮啊，而且很可爱。嗯，那你爱我吗？好吃吗？其实我更看更想看你吃，更想看我吃吗？那你喂我。几个你啊？都是奶油。OK OK。他问我那个。元帅，员外，员外，员外，好好吃啊！也出来，我要去，好快哦，那我回去。哎呦，哎呀，不是，徐哥，你是不是忘记这个游戏？这位队友，六十秒，你按了没啊？惩罚你，他忘记了，哎呦，他玩开了，还有嘞，还想继续下去，徐哥玩开了，徐哥你要玩六十分钟吗？